何不如处处地何必碰壁生辉奉上七星贵家所来意必来求安但是我有三十个疑问求你必来请示奉上你因为我疑问真水无妨啊好心啊我是五帝子孙为山羊并清兵进关将军大名国土这是中将军为山吊柳树的这个嘛这个我的边界湖南边界当初要进大兵不惊啥三队兵马毕竟惊啥所在我的兵马在山路间去公子为山论华中将军吊柳树来往身上要有一方的威严角我就威严角放开威严角所下先告归军慢告归神一切事情是顺天命应天时啊对啦何时的顺天命应天时当然当然哪里第二站的疑问第二站是什么呢既然我父亲地之良比你小安你分为做三车王因何想以挂到一马步挂草吃马呢那国军的地之良老朋友是自己主不良力阿爹主不良力不错我也无话可说第三第三又是什么呢哪来哪什么大梁山河啊我今天来到这我是要来招安的你是要拿江山河你为何要拿江山呢你要知道当然我要知道你祖上大梁改为丹青大梁也不然是我们的子孙所的你竟然恶霸害你这百姓变不了心所以我要替大明子孙讨回公道爱你的大清山河要讨回大清大明的山河吗放掉想是为听说主官人经济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且地位发相随这些各国安居乐业逍遥自在为何你要退回江山呢你虽然自从你经济大报了后地位发相随不错三军前面不可参听大清帝君帝兴公虽然讲三军见面这件代志是事实也不过我答应你帮伊代表后裔修建下中地土地山河假使讲你若无做上江山交出我对修建下无法交代我已经破你前功叫我退回江山不可能当真不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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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